剩啊，你别打牛排我七十块买啊，啊，那么下面的这些国王都是他的子孙，中间的这位国王称为第五世，他也是从泰国的国父，下面的这是第二世的老大，大的泰国的国父，结果他的宰相想跟他的国王说，严实。老王，你们一起走。